今日请坐。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真寒呢，吼，冷。不过，我看大家人的心情，吼，应该都是还是不错啦。想要讲不错呢，因为今日我真早就来啊，吼，啊真早，我看各位嘛拢真早就来啊，是不是今日早起就来啊呢？哦，迫不及待。啊，当然啦，吼。咱要上这个高级参议员班呢，大家爱心内爱一个了解，就是讲后摆的民政府的制度啊，有关于代表民意的是有两个机关啊，一个是参议员，一个是众议员。参议员呢，就是在座各位。啊，在座各位的任命是为民政府下骹所设的各州的州长来提名，啊，咱报予美国军事政府。所以参议员伫开始的几年内底啊，无要选举，直接由军事政府的任免啊，啊来做这个参议员。啊，但是台湾人足爱选举的，要安怎？美国有甲咱考虑，爱选举的，予伊去选众议员。众议员就是可能会按照各州内底的人口数的比率来去选。这是咱现准时替和美国军事政府参详的台湾民政府的初步的民意的组织。免来创，所以在座各位是参议员的，咱的第二次的这参议员班呢。当然，头一次的参议员班啊，咱嘛是差不多有要到一百个。即马第二次，我估计嘛是到一百个。所以参议员伫将来的任务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美国政府有正式。美国军事政府啊，和咱的接触内底是讲，民政府爱开始实行运转，就是爱试讲去运转看卖啊。因为你知影咱台湾，尤其是台湾人，将来四百几年来，毋捌有经营过家己的国家，就是讲咱台湾人过去无国家。一直用皇冠，包括在清那个清朝的时阵，落尾啊挂予日本的天皇啊，啊日本政府、日本天皇的制度的下骹来过日子啊。迄毋是讲咱台湾的本身的政府，所以咱台湾人伫这个65年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后啊，有真侪人伫话讲台湾人管理家己。台湾人管理自己，这句话坦白讲啊，嘛是符合了联合国和同盟国所要求台湾的主体啊，同款。台湾人因为唔知家己的地位，所以会拄啊开始的时阵啊，有的人讲爱照联合国的宪章76条 B 甲77条，台湾人应该主体自治，其实。联合国定这个主体的条款啊，是伫针对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人会当来主体。问题是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毋是殖民地，还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伫初级班的时阵啊，我有甲各位报告过啊，上过课。因为咱提出这个观点是有经过和美国有关的单位参详过了后才定的。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和意大利在1947年所签的《意大利
迄个巴黎合约啊，内底第二十三条啊，甲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当知影。巴黎合约的二十三条对意大利的投降以后的这个条约啊，二十三条伊讲啥？伊讲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含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两条有真明显的无同款，尤其是。我已经有讲过，伫出版版的时阵，有甲伊讲 ，all 的后边迄个 right 应该爱加 s，title 爱加 s，claim 嘛爱加 s， 但是拢无，包括伫即个意大利的迄个巴黎合约同款，迄、那个二十三条内底啊，嘛是无加迄个 s。但是日本政府对台湾即个土地迄个 claim 是主张的意思，日本有放弃，日本政府放弃，但是意大利。这个政府啊，伊并无迄个 claim， 这个原因就是我甲各位讲过，日本政府真头脑真好，因为迄个伫战争到最后的时阵啊，日本人已经有觉醒讲哦，万一那战输以后，今仔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啊，会去哦同盟国啊，共挂出去，挂去哦中国是挂去哦，啥物人唔知影，所以为着提防这点啊，所以伊伫1937年的时阵啊，迄个时阵是还袂战争。但是呢，伊就1937年开始皇民化。皇民化就是讲，要将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来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伊种个情形，甲啥物款的共款，甲北海道共款。北海道本身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北海道遐尔大地的土地啊，本来是爱奴族啊，日本的爱奴族啊，少数民族啊，叫做爱奴族。本来爱奴族伊嘛袂晓讲日本话呢，但是日本伫爱奴族伫咧北海道开始实施皇民化以后啊，甲即个爱奴族的人啊开始会晓讲日本话，以后日本的明治宪法伫即个北海道啊、北海道啊实施了，照万国公法啦、啊，伊全将即个北海道呢、即个北海道啊并入日本啊，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点呢？我个人我有研究，尤其是和美国也共同来研究这点，可以来确定说台湾这块地位在1945年4月7日它开始实施、做宪法以后、这块土地就开始让台湾人有参政权跟这个参战权。各位，尤其是参战权、这个参战权就是照万国公法里面授予人民啊，台湾的人民啊，有一个效忠的对象。咱效忠什么人？效忠日本天皇。效忠的对象以后啊，照万国公法啊，这块土地啊，已经开始并入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咱即马提出来这点呢，美国嘛赶快的提出相同的这条件啊，已经可以确认台湾这块土地啊，已经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是日本政府所控制的固有领土。所以你来看1947年的时阵啊，这个巴黎合约的对迄个意大利的巴黎合约啊，你就看出来讲哦，原来啊，这个同盟国对这个是殖民地甲唔是殖民地的土地的处分的方式啊，是无同款的。所以那你这样完全的确定。100%的确定，台湾这块土地经过1895年的马关条约演变到1952年4月28日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阵啊，这块土地已经是变作日本的土地了。讲日本的土地，即马都有问题呢。我有讲1945年4月7日，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实施，请问各位，迄宪法伫台湾还阁有效无？当然有效啊！当然有效呢。无人讲将日本的宪法停止在台湾实施呢。日本天皇无讲啊，旧金山和平条嘛无讲啊。所以咱台湾人过去因为追求独立、追求建国，讲爱制定台湾关系法，台湾的宪法是不是台湾的基本法？其实台湾已经有宪法了，就是日本的宪法。日本的宪法
在台湾的实施，这个宪法和现主席日本本土的这个宪法有同款无？无同款。日本的迄个宪法叫做新宪法还是和平宪法？这个宪法是什么人提定的？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去占领以后啊，因有开会，伊讲若予台湾甲这个日本啊继续黏做伙的时阵啊，恐怕伫全世界会造成啊很可怕的现象，因为因伫第二世界大战啊，伊趁这个食着日本人的亏啊。日本吼、哦，日本甲美国伫战争的时阵啊，我讲一个例予你听，日本和美国伫战争的时阵。1941年12月7日发动珍珠港事变，珍珠港的奇袭以后啊，一直到1942年12月7日，但是1942年6月2日中途岛战役的时阵啊，规个战局啊变过来，是安怎？迄阵阵南云啊将军呢，率领4架的航空母舰，伫中途岛啊。和美国2架航空母舰啊，小度啊，运气真歹。迄边的战争啊，中途岛战争的时阵啊，日本的4架航空母舰啊，拢总去予美国个拍沉的。日本人死4600几个人，但是美国迄2架航空母舰呢，才死307个。迄边以后啊，上个严重就是日本。修理航空母舰遐技术啊，差不多伫迄边内底啊死了了。所以伊伫人员啊无法度来补起来。搁一个真好个例，美国迄2架航空母舰个 captain 啊，第一只要沉个，去互拍一个吼、哦，啊变做受伤以后啊，无法度搁再走个时阵啊，那日本人一定安那 captain 啊，就是舰长一定安那。自殺和那架船做一個沉沒死，那日本人是這樣，但是這個美國人他是怎麼做，他很現實主義實務主義，他說不行，他防那個游泳的衣服啊穿了，很從容的離開。當然啦，我們現在在檢討說這樣美國比較對還是日本比較對，坦白說啦，那以精神來說日本是大家都對他不對，但是实务上来讲啊，美国较对。啊呐，一个 captain 要甲培养出来做 captain 啊，哪有遐简单？啊，你船去用牵迄个鱼雷牵两粒，已经袂叮当啊。迄只潜水迄个啊，做航空母舰，迄作用已经无啊嘛。所以当然啊呐，爱离开啊嘛。伊安尼嘛对呢。但是日本人，伊就是感觉讲，伊要对天皇好效忠。所以有真济迄个啊做船只，而且水手啊，含迄只船呢来沉没死，4600个。这个4600个，若讲普通的兵啊，迄是不要紧。迄4600个修理飞机的，修理这个航空母舰呢，要修拢沉沉去啊。所以为迄边开始啊，日本的战争的斗志加迄个啊做战争的迄个军力啊。去一半，所以为迄个1942年6月26日啊，迄个中途岛战争以后啊，整个的局势啊开始来改变。所以讲到这个所在吼，啊，要讲转来咱头先讲的这个代志，美国人现准时伊伫指导咱讲，咱免啊建立咱台湾这个国家。当然啦吼，这是一连贯落来。因为有一挂青梅，甚至有一挂未晓读册，讲哦，我都无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啊。我咧讲姚嘉文呐、啊，迄原民台报啊，伊竟然会当伫电视内底讲一句话，我是替伊足感谢。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各位你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无？有无？咱有无？当然有啊，哪会无？遮尔啊清楚，哪会无？你干呐去读？咱所谓战争法内底就知影，琉球有没有美国军事政府？有无？伊拉克有美国军事政府吗？有嘛？古巴有无？有啊。
伊拉克有，阿富汗有，琉球有，古巴有，所有若参加战争的以后去用占领，拢做有军事政府。敢若这个姚先生啊，目睭无看啊，真正青盲啊！伊讲我没有看到了，那有看到？册内底写个遮清楚，没有看到。这就是军事政府啊，那也无。有军事政府，你敢看军事政府到处可见。所有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以后，都要等苦苦来等这个美国的总统去贺电，才会当来就职。日本的首相做日本首相的时候，要不要等美国的贺电？不免啊。菲律宾的总统当选，要不要等美国的贺电？不免啊。全世界没人在等，个个只有台湾在等、啊、你不要去看那是为什么。说到这个贺电，2004年、2008年、2012年美国的贺电原文，你把兵团给看看来，你想想，他没有道贺马英九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哦。 AIT 上个月已经有说过了，说什么？台湾在选举行政长官跟立法委员，可见美国他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这块土地，算的是行政长官呢。行政长官你有听过吗？当然有啊。1945年日本投降，那个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麦克阿瑟派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啊、中国在台湾设立什么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总部，有没有？那个行政长官公署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民政府啊。啊，那个警备总部是什么？军事政府啊。太无变一个名字他就看无啊，所以我给他猜名，可怜呢。咱台湾竟然过去和咱所谓的台独派啊，无甲实在讲，我有哪想什么？你别愈想是愈生气的。你若唔知影，你卖讲。你安尼讲咧，甲地台湾人就阁飞去啊。你像这边蔡英文选袂掉，是因为去年的10月11日，蔡英文去美国访问倒转来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美国听到这句话顿刀啊，这句话对台湾有什么影响？有真侪人你甲讲的时阵，伊讲，哎，安尼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安尼咱就有一个台湾民政府要创啥？家己不要想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安那？台湾民政府，这是从占领的土地、老百姓家己爱成立的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叫做 civil government。civil government 一旦翻译成为平民政府、民政府或者民事政府，是指事务的事，民事政府，足清楚的物件。啊，一只拖推下面啊，咱三日咧乌白讲，咱要想甲讲也歹势。因拢大楼呢，啊是啊，毋是大楼，毋是倒楼，啊是大楼，我看无。在台湾也真可怜呐，啊好佳哉。我看咱在座各位也无比较老呢，但拢听有呢，也要来受训呢。这点啊，我感觉讲吼，各位吼，后摆伫台湾的历史上啊，一定有位置。我甲你讲，你绝对有迄个地位。即马讲。日本的天皇的宪法在台湾到现在为止没有取消，所以我们台湾要制定基本法，要制定宪法，有没有必要？当然没有必要。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日本天皇因为新的宪法将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切断去了。这个切断是什么意思？他切断了后，他是跟规定说日本天皇以后不能管日本政府的国事，国家的事情。
但是虽然规定讲日本的政府，日本天皇袂当管日本政府所做的代志，但是日本政府选出来首相，爱向日本天皇报告，日本天皇授权予伊，伊才会当来做管理日本这土地的总理，也就有趣味呢。表示讲，全世界拢承认讲，这四地就是北海道、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这四地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一定以租予日本政府啦，予日本首相啦。我简单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安尼啦。但是因为宪法已经去予修改去啊，修改讲日本的天皇袂当直接来管日本的这个国事、国事。即么颠倒转来来讲台湾，1945年4月7日的宪法已经实施，因为这个实施以后，日本伫旧年有派外务省有两个人来咱这个所在甲咱讲。当年当时的时阵啊，摕日本的宪法来看，1945年4月7日，这个日本的宪法有遵守无？你看看，有无啊？日本的天皇的印在电管啊，有遵守？有取消无？没有取消，真好啊！伊若承认讲这个宪法无取消，今日因为台湾还阁是日本，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但是由中华民国来管，所以美国政府就跟咱参详。恁台湾人后摆要怎行，爱靠恁民政府，恁爱去讨论，恁爱去决定后摆要怎行。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啦，就是未定伫这个所在啦。但是台湾地位已定，是不是已定？也是已定。已定伫对，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讲。台湾这块土地无挂予任何人，这是确定的代志。所以中华民国唔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伊是干那替美国来军事占领而已。那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更加无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即马知影无？已经知影。我这边的习近平13号去访问美国的时阵，的表现，甲伊发表的文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过去中国每一摆伊的媒体拢讲，美国反对台独，但是这边中国的媒体老老实实，伊写讲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跟反对是不一样哦。中共哪有这么大的改变？你要去想呢，这是政治上看报纸的人，你自己要有那个思考的能力呢。美国不支持台独跟美国反对台独有什么不同？美国反对台独意思是说，台湾这块土地因为还有军事这样占领中间，当然未当独立，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这个台独代表战争，不是中国要甲你拍，中国无资格甲你拍，是美国占领者会当甲你拍，这是美国的态度。但是美国奥巴马伊讲，我不支持台独，意思是啥？不支持台独，很有可能有几样选择呢？很多的选项来的。其中的一个选项就是台独，他不支持。那照美国当时伫联合国的决定，台湾的地位，这个六点的处理的第五点，同盟国要要求要咱台湾自治。美国既然反对台湾甲日本合作会，但是因为照万国公法，台湾这块土地阁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个处理的时候，你政治上要怎来处理？让你自治地嘛，自治嘛。你台湾自治，但是跟日本的政府同款，日本的首相会当来治理那四个土地，台湾这块土地的总理会当来治理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国家日本保持一个某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啦。啊，所以咱这个。
台湾政府的参议会、中央的参议会，甚至地方的参议会，都要来修改日本昭和的日本的迄个名字，现在要来个修改了。修改对一部分，本来是总理官制，台湾总理官制，台湾总督官制，这个部分咱来个修改，三点要个修改。第一，台湾总督官制啊，就是官制，官方的制度。台湾的官制要个修改做台湾政府官制，同时要个制定台湾内底的参议会，台湾的国会。选出总理，不是总统哦，选出总理跟日本同款。第三点爱讲，日本天皇都爱任命这个总理，和这个总理啊，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管理权。但是这个内底，我阁想到一点，日本天皇会当利用这个宪法来定这个物件的时阵啊，台湾的总理，因为即马。那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照这咱和平条约，日本天皇已经对日本政府无法度管了，但是会当透过台湾去管日本政府，看咱的宪法安那修改。所以啊，咱有宪法啦，咱不是无宪法，只不过是这个宪法是日本的宪法，咱来个修改。所以这边二月二是后礼拜，这礼拜了哈，二十四号就是这个下个礼拜了。下个礼拜呢，日本的学者有六位要来拜访咱。三月三十，有差不多二十个日本的国会议员、甲参议院、众议院、甲日本的东京都的议员啊，要来甲咱访问。在这个时阵，咱就要来讨论这个日本的宪法和日本的观念要怎建立。他们讲，指导者真正是美国指导的啊。咱若要行什么物件，一定爱问美国啊，因为咱即摆要搁你依管理。他拄仔总理有讲，美国讲，我战争的时阵，我拍琉球，我用足侪人的性命，我用足侪军舰，两百几只军舰去攻迄个琉球。落尾攻落来以后，你琉球，落尾佐藤荣作伫甲尼克森伫讨论的时阵，伊讲，我琉球。我们可以政治协商，会当将琉球来还给我日本无？唔免你琉球的人公投呢？那就你琉球的公投，你战败呢？我占领呢？我直接占领以后，你若讲要叫我还你，可以来讲。安怎讲？伊讲我当时损失遮，你知影美国甲日本要求偌济？$32,000,000呢？在1972年当中，$32,000,000，我跟你讲一个概念，让你知。美国当时来背这个朝鲜的两的时阵啊，战争的一输嘛，日本输嘛，输了后，伊就跟朝鲜啊，朝鲜是并合条款，什么是并合条款？就是朝鲜的国王和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并合条款，朝鲜的皇帝。伊这个所有权要搁六条嘞，但是将管理权、管辖权啊交日本的天皇。所以落尾啊，并合条款以后，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的时阵啊，伊还予日本的时阵啊，还予朝鲜的时阵啊，朝鲜马上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台湾就无同款呢，台湾当时是清朝已经将台湾澎湖永远全部的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战败以后啊，这块土地日本政府放弃以后呢，这个所有权无还给台湾人，主权没有交给台湾人呢。所以既然无交，无交，这个台湾这块土地要怎行？唯一的行啦，坦白讲，唯一的道路啦，自治啦。万一人讲，大家讲啊，我要来建国，会使了无？美国可以啊，你甲日本天皇爱讲。日本天皇讲了，日本的政府要定一个分离条款，但是这个分离条款要定出来啊，无遐简单呐。我甲各位讲，咱即摆来讲主题啊，坦白讲啊，主题含迄个英国血内底 ，Australia 是大英国血内底的国家，伊有伊家己的总理啊，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伊嘛是一个国家。咱台湾有一天一定是走入这个路，就是。
联邦啊，不就邦联，迄个形式啦。现主席这个联邦啊，是邦联啦 ，Commonwealth 啊，他们讲啊，这两个的定义啊，已经混淆不清啊，差不多很接近了。因此呢，台湾未来要哪行，都爱看咱台湾民政府主要的干部。所以咱台吼，你唔能看轻你家己呢。无管你外口安怎讲啦，啊，遐人讲迄种无可能啦，啊。无可能，无可能，才是有可能。我甲各位讲，当年啊，什么人发现地球是圆的？你知无？哥白尼啊！当年哥白尼发现讲台这个台湾诶，这个地球是圆的时阵啊，全世界拢啊反对咧，尤其是迄个天主教的国家呢，主教将这个哥白尼啊掠去烧呢。一直到前几年啊，主教才还给哥白尼一个清白呢。人伊讲地球是圆的，无唔对啊。迄当然，伊的讲法是啥？我看海都拢平啊，拢平的啊。地球一定是方形的啦。这地球是方形的，有经过几年，嘛是经过几啊百年，台湾人的情形啊，甲迄个咱即马现主是差不多跟哥白尼要差不多了。按照战争法，台湾要行这条路，其实这条路是65年前咱都爱行的路啦。但是因为迄阵拄着228，遐精英可以拍死，啊，即摆大家吼，台湾人全安啦，迄嘴拢拆掉咧，唔敢讲。啊嘛，拄啊战败的时阵啊，一挂精英啊，中着遐中国的计谋啦。伊讲你要做战败国，你无甲我赶快来做战胜国，台湾人真巧啊！讲这嘛有理呢。我甘愿要来做战胜国，我不要做战败国啊！啊，咱真正战败国啊，战胜国，即摆真正你后悔啊！你若无要承认你是战败，你就一世人拢做伊的奴隶。中国人来台湾，敢无将咱当做战胜国？无呢，绝对无呢。1949年6月15日，甲你印新台币1元，甲你换40000元呢。迄换一个是台湾人的所有钱拢吼，真正是叫做清气淋漓呢，甲你摕了了呢。伊当时甲你当作你是同胞，叫你去做兵，明明是占领就袂当做兵，伊就叫你去做兵。啊，做兵你要效忠谁？咱的老爸老母是日本籍，是日本人，效忠日本天皇。啊，咱呢？咱效忠谁？咱去效忠当年台湾和美国轰炸台湾，所以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美国人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所以中华民国嘛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呐。啊，咱替敌人当兵，没有道理。迄当阵有人安尼想嘛？有，但是嘛是少数。大家都想啊，算了。两年啊，吼，去做做就算啦，安尼会较健康啦，讲锻炼身体啦。你啊看遐中国人，敢有咧锻炼身体？单行英将敢有做兵？无啊，所有人遐大官拢嘛无做兵，有做兵诶，无呢？宋楚瑜英将有做兵哇，嘛无呢？大官拢免做兵啦，干那咱爱去锻炼身体啦。你袂感觉很可笑吗？做兵无要紧哦，锻炼身体嘛吼、哦。啊，即马三年有法庭讲，啊，你都无法律，两年甲变三年，啊，迄年奈无爱行我。我甲你讲，唔是迄年爱行你，三年拢爱行你啦。这后摆才来清算，即马卖讲。讲到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这个土地主权。日本天皇会当直接命名台湾这个土地总理无？现主席会使无？还阁未使，因为安那伊要占领中，所以咱就爱甲这边去日本甲参拜，咱来甲美国参详。后壁去波边啊行，后壁去波边啊行，真简单呐、啊。第一，美国的要求4000名的训练，恁开始爱试行运转。所以，是安那，咱来讲，
你若无来受训，教师班无受训的，歹势，你的参议员的名字，我来甲你丢掉，我来补人去嘞。我们很快的要开始运转，即马国鬼要欠迄级是啥？滚秀，国鬼就是滚秀含迄个市长，咱要欠这两级的人。所以呢，这边我总理甲议长，咱有去咱这六个州啊，去甲巡回。去跟他們說，咱呢含這兩個州參詳，六個州要想辦法來買六隻的戰車。我說戰車吼，我不知道說有的人聽沒有戰車呢。他說喔，那是 M48 還是 M41？ 我怕一跳呢，有的人會當真呢，我跟他說，那不是說只有一個人，很多呢，啊，戰車，好可怕，啊，你要武裝革命。我讲的战车，唔是迄个战车啦。这本的战车是啥物车？你知无？宣传车啦，对啦，三档半啊，迄款宣传车啦。迄款宣传车吼，啊有影都敢那战车都有影咧。头前麦克风愈大咧愈好啊，对不对？啊，愈大声愈好。不过吼，伊即马吼，中华民国咧创一个啥物噪音啥物管制法，你若伤大声，就甲你开单。所以六个州，咱要六只。建枪，今日真好啦！今日迄个啊，做移花当做，甲我讲哦，我找着啊呢。哦，好啊，你找着啊，我中阮中央啊，大家批标案哦，来想办法看卖啊。啊，这六架车若创好的时阵哦，咱希望讲每一迄个六个州内底哦，希望讲六个州每一礼拜拢要有一天吼，办一遍演讲。啊，都319个乡镇尔尔，台湾人是足无脑塞呢，319个乡镇哦。无法度来宣传，啊！你过去讲啊，我朋友无济好，无要紧，朋友无济无要紧。咱即摆用迄个战车哦，用宣传车啦，莫讲战车时间哦。中华民国国安局过来找咱，讲迄袂啦，你放心啦。咱用这319个乡镇啊去试，啊，每一礼拜呢，一个乡镇哦演讲，啊，咱中央派人去斗讲，但是在座各位，恁拢爱做讲师啦，你毋通想讲我都。点点带坐，互恁讲就好。大家拢爱爱来做教父啦，讲教的啦。啊，你讲教真简单吗？五分钟你会晓讲无？会晓无？后摆吼，我看爱办一支啊吼演讲，大家拢爱起来台顶讲十分钟。大家拢会晓讲啊，论述爱知影啊。你唔通讲即马时搞，美国要谈判的时阵，一个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要独立，各位，真正若讲着迄吼，咱就傲住啊啦，就免讲啊啦。美国崛起，谢长廷的原因伫遮啦。谢长廷当年去甲访问的时阵，坐哩就讲话，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阮台湾人偌爱建国嘞。美国吼，跩无爱甲伊讲，你回去，甲即马无爱甲伊讲，你看，民进党美国无爱甲伊讲呢。尤其是蔡英文去讲迄句话，伊甲断定，你民进党什么都不懂啊！什么地位？伊无要承认讲咱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建树啊，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咱无这样，咱是建树，建树以后爱负担责任。美国，你若今日台湾要家己管理家己吼，你欠美国的钱吼，爱还啦！我讲一个例，互你听。中国跟英国鸦片战争，什么人建赢？英国建赢，对不对？了，因签条约，什么人赔钱？中国赔钱呢？建树就爱赔钱呢？安尼是不是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各位，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无一个条约讲是平等条约。所以我以前我做囡仔时阵，蒋介石中取消所有的。对中国不平等条约，我给拍拍手，好伟大！我现在怎样？条约本来就不平等啊，爱让人取消不？当然不行啊！按哪取消呢？你用消灭啊，很简单嘛！你战争输，你讲我要签和平条约可以，搁减，你就倒嘛！你得，你迄整个国家灭亡嘛！
所以签的条约啊，绝对是不平等条约了。啊，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是建签了。你看有啊？哦，这钢板做的，无样啦，不是钢板啦，这是咱的车，即阵这车伫高雄州伫走。啊，咱即阵是希望拢所有的州啊，每一个州拢爱一只。啊，这一只是三栋，迄三栋半啊。哎，你有人看这只车呢？我那是差不多30万买的呢，30万嘛，无你小数字呢。啊，那六个州180万呢，咱是因为赔到个边岸。台湾这块土地，他都要讲一半。日本和咱台湾这个宪法，咱来由我们的中央的参议会来修，什么时阵来修？就是这边，咱跟日本、中日，不是中日啊，日台共同联盟第一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以后，咱开始甲日本天皇写一个报告书回，讲我。台湾民政府要来修日本的宪法，你不知道有什么意见？当然，咱即摆若要甲日本天皇见面，咱有管道，无唔对。啊，但这个管道即摆美国会讲啊，我都无看呀。所以，咱可能爱搁安排一摆啊时机，去甲日本天皇挥挥手。日本天皇若站出来，我同意，我同意，爱得。因为咱这个。12月23去甲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有出来讲话有啊，啊，佮咱接见有啊，佮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入去有啊，这是历史以来头一摆呢。皇宫大殿吼，会当入去咱民政府的旗啊，绝无仅有，只有我们了。啊，我拢是迄个马路旗啦，你有看嘛？这有证明呢，有照片为证呢。啊！日本天皇底下哩，甲咱下流看，用我同意，我同意。你有看无？韩明太太嘛哩笑，皇太子嘛哩笑。啊，所以我甲你讲哦，你唔通看这个，我甲你讲，中国真巧呢。中国发迄个邀请书，要邀请皇太子去中国访问呢。这中国其实知影咱哩做啥，啊，咱嘛知影伊哩创啥。伊想要邀请日本天迄个皇太子去，因为这个即马很主席的天皇。哎，今日也是明仔吼，伊要开迄个心脏的迄个绕道手术，我看吼有一点不保啦。啊，所以吼，中国人因为顶回去问这个天皇的时阵，这个天皇甲应讲，迄个习近平去甲问的时阵，伊讲吼，我们现在有钱啦吼，啊，干脆吼，你把台湾卖给我们啦。啊，即马这个天皇讲吼，我们皇家从来没有卖过东西。啊，所以伊即马伊知伊太老提帮嘛，所以伊即马我请皇太子去。皇太子去吼，我估计他也不会同意啦，我估计啦。因为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哦，潘雪你袂当卖呢，当然可以割让啦。但是割让那是正经的，是不行的。啊，买卖不可以或者不可以哦，这个坦白讲哦，应该是那叫满国公法，这是可以的。像阿拉斯加苏联的土地有啊，720万美金去卖给美国政府有啊，也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啊，伊个卖给伊。所以吼，我小可担心的担心就这个所在啦。所以是安尼讲，咱爱看迄个日本天皇吼，爱甲会记啊，爱看甲讲，啊伊即马知影讲哦，哦，台湾是阮阿公的呢。台湾是因阿公的呢，马关条约变成因阿公的土地呢，所以我相信伊未做了尾仔囝才对啦，所以呢还是可以放心。即马过来就是免阿行，台湾过来免阿行。咱的意见就是讲，台湾参议院会很完整31位，当然这31位要开会以前，可能还要再受一次训。咱来故意讲这个。要修这个宪法，要哪修？咱来照国际上一般的修宪的方式来修宪。哦，迄个足麻烦，嘛是爱一个一条一条一条条来通过。但是日本的宪法遐尼啊侪条啊，大概不一定有呢。
所以这点，咱民政府本身啊，我若要准备日本的旧的宪法啊，啊含咱若要甲修宪法，这两个部分啊，去比较，予咱的所谓参议会来做参考。所以各位，咱是算真的呢，毋是算假的呢。啊，算假我无遐拍拼呢。欸，你直接你徛嘛，徛落会忝呢。我明仔还佫四节课呢。我嘛，我希望讲会当落啊坐，无啊多呢。我一定爱吼上课，啊，因为这上课美国嘛，你看啊，爱互伊看啊。我们是当真的呢，我们不是假的呢。无人遐戆啦嘿。所以有人我有人气讲吼，咱即摆愈来愈要成功的时阵吼，一挂青面牛啊，啊一挂迄个无读册吼，啊就知乌白骂啦，什么诈骗集团啦，什么集团。所以各位恁拢来上课，算讲无简单呢。办一个身份证1000块，讲咱诈骗集团，交10000块还是交5000块？迄毋是台湾民政府收起的，你敢知影？迄是啥物钱？民宿呢？你去外口民宿一间要偌济？我甲总理甲迄个张议长吼，阮去屏东呢，民宿啦，一间偌济？8000块啦。阮三个惊一个，三个住一间啊。我无甲你骗啊！啊，我甲议长、甲迄啥人啊，嘛是总理。阮去屏东车头前啦，我听听着迄间叫啥物饭店，啥物飞轮啦、啊，吼、哦，屏东有一间飞轮饭店了哇。迄间偌济？你会记啦？你会记？我会记个。无甲1000多啦，无甲1000多。我会记一人，咱一人出啥物200-300块呢？三个人客一间呢？有够欠呢！啊，你拍手啦！阮三个人去客一间呢。啊，所以伫咱这个所在吼，你也知影。当然，这个尤先生是对我们很好啦。哦，咱是真正有求哦，啊必应。啊，你收一寡钱哦，尤先生还倒头呢。你有看到咱的飞机场，迄、那个这個、直升机降落场已经做好，你有看无？15公分的，遐尼啊高的呢？你有看无？有先生爱出呢，因为收价，我啊钱互你收啊，啊但是你爱做迄个停机坪啊。讲实在吼、哦，是咱占便宜啦。啊，即马后壁吼、哦，因为咱即马现注意，咱即栋厝超会当住150个啦。但是后壁迄三层楼吼，我甲有先生讲吼，啊我即马钱你收吼、哦。啊！你后壁迄个所在嘛，爱甲整理你个吼，啊，咪当来住呢，伊就开落，伊真就搁我开落。啊，即摆做好三楼啊，迄天头拄啊，咱有几个人有去顶面看，你咪当去甲看卖啊。啊，我讲哎，啊，这样食饭愈来愈困难哦，啊，你咪起一个食饭厅。我伊才讲哦，哎，安尼较对，交5000到10000只个人，啊，交5000到10000，我都爱起饭厅。啊，就去三站了，就去。我啊，为了台湾呐，甲尤先生拍个手。你拍这个手哦，无互你白拍啦。我甲你讲，顶期吼，甲拍手对不对？尤先生一个欢喜。伊以前是咧做啥？伊做迄个啊，做工业捕，迄个掠网啊，迄个捕蝇捕蚊灯呐，一个欢喜讲安尼啦。哦，我拍，我来大家拍手拍足大啦嘞呢，因为安尼啦，一人毕业生一人送伊一个啦。你买补买个补温灯无？买无？买啊！嗯，国际摆拍手。等下我会甲讲吼，人台有甲你拍手，所以即期吼礼拜翕相翕啊吼，家己去摕，啊，一人去啊摕一个，迄一个偌，迄一个伫东京有参加迄个工业展吼。得奖的呢，你唔通想讲迄无忌惮呢，迄一个遮大个呢，所以大家摸上去吼，拢真欢喜呢。我、哦、啊你遮大个你摸上去，啊你车敢有法度？哎、欸，无法度，我嘛爱挤落，我坐得。啊，有个人食下咧，有人讲吼，阮厝较大间，敢会当摕两个？我你甲尤先生讲，啊，真正可以两个呢，但你唔通大家拢变两个吼，伊无遐济啊。迄一个吼，我知影外口伫卖车1500啦，我捌问过1000，啊伊个吼真正足有效诶，
我叫你秘书，你讲过嘞，哈哈，停了停了。我咧讲吼，即、這个咱的即个宪法吼，就是讲咱的参议会啊，爱修这个宪法。美国甲咱讲一句话啦，因为你台湾民政府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政权？你听清楚哦。伊讲你若四千个训练好，民政府敢若一个蜡烛共款，恁即个蜡烛的火甲点落去，黑暗自然会无去。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黑暗，伊要甲提掉，嘛免讲武力，伊希望能够无缝接轨，阿妈无缝接轨，所以咱民政府要向美国军事政府提政权，不是向中华民国提政权哦，你要搞清楚哦。你若含中华民国要提政权啊，我甲你讲绝对起冲突，尤其迄种的，迄个，不是霸权啦，迄种人哦，迄简直无赖啦，无赖较对啦，迄种的是无赖呢。你若要甲伊提政权哦。嘿，我跟你讲，伊先甲你掠，先甲你枪杀。我讲何必着安尼？我向你美国提啊，你美国本来就爱将你的政权献给我民政府啊。啊，中华民国是你美国的军事政府爱家己去处理啊。有伫处理无？有，安怎处理？第一，爱解读伊的武装嘛。中华民国的武装开始伫解读，你敢知影？所有的 logo 建起来 logo。伊个兵啊，伫个迄个 logo， 迄个伊个青天白日拢摕掉啊，你敢知？飞机拢摕掉啊，军舰拢摕掉啊。伊个迄侦察机啊，顶管有撇啊，迄有本来有四架，你敢知啊？迄四架美国拢安那收倒转去，啊有趣味无？啊，即摆毋着拢毋免啊，当然毋免啊，甲收转去。所以美国开始在做，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有入来台湾啊，那也无三个机型的雷达站，现主席都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入来啊，伊拢是平头啊，台东的长滨、新竹的乐山、花莲的嘉山。台中的清泉港、左营军港，拢入来啊，太无。所以姚先生啊，姚先生啊，目睭背后较大蕊的，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迄是腿阿面的哦，讲到实在吼气死，无怪伊去国民党掠伊关，可能关了还阁无够，啊无就是关了空气啦。这是玩笑话哈。当副官是真可怜啦，伊也是一个台湾人啦吼。但是吼，你台湾人无要紧，你莫三日乌白讲，伊毋知影点点看，可能较好啦。所以你甲看吼，即、這个我本来即个讲义的第二页，台湾地位啊，未来朝向邦联制还是联邦制？邦联或者联邦这两个都可以用运用哦。嘿，喜欢来安尼呢？你甲看吼，即我简单读一下，台湾自从日本跟清朝的马关条约、啊、日本称为下关条约，1895年5月7日生效，4月17日签的，4月17日签的马关条约，但是5月8日生效，就变成日本天皇所领有，会记得哦，不是日本政府哦，要搞清楚哦，讲一摆，是日本天皇的哦，不是日本政府的哦，是安怎？以这个条约签的时阵啊，头一页就写。大清大皇帝与大日本大皇帝签署，所以是天皇，哎，不，皇帝对天皇哦，不是政府哦，不是政府哦，国共一拜哦，不是政府哦，是天皇的皇土哦。啊，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和天皇是什么关系？日本政府是政体、政治的体制啊。啊，日本天皇是国体。国家的体制、国体、哦、所以天皇和政府是不一样哦，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单位哦。所以你看哦，1945年9月7日，日本签那个投降书的时阵啊，
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外交部长派一个外交官叫做丛光葵。丛光葵在那个签的时候，他签下什么？丛光葵代表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哦，两个哦，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的政府哦，是不一样哦。所以你读册哦，要读得很清楚的，不能读一半啦。日本投降，跟他说日本投降，还是说满清那个马关条约，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不对啦，日本天皇啊，跟他没说说你跟我中间，我问计程车司机啦，吼，我坐计程车，我甲问啦，我讲，司机问讲，咱两个，我将这只计程车卖给你，我讲，请问这只车的所有权是啥的？伊讲我的啊，我答对了。你若无想要塞这只车，你交予你的后生来塞这只车，你的后生去弄着人，受伤，啊，你的后生讲爱赔。您后生讲，无这只车我来甲卖掉。我请问计程车司机，您后生讲要卖掉，可以卖吗？会使卖无？人个计程车司机足巧，马上讲，那会使哩，迄车是我个，那会怎甲卖？赶快，赶快！台湾天皇甲日本的这个政府啊，赶快！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理权、管辖权含。天皇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各位，你啊，讲到计程车，讲到你的计程车吼，还是讲到你的车，你就讲不可以，所有权是我的。台湾的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你就讲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啊，日本天皇的土地啊，你看有无？所以以后啊，你绝对袂使敢讲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政府不对啊，是日本天皇。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人让是日本政府放弃。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所谓权利、名义甲主张。安尼，各位你有清楚无？有无？你都要清楚，你才我都后摆你要修改迄、那个咱的迄个日本的迄个宪法，你才我都修改哈。所以天皇是归天皇，政府是政府，两个完全不一样。虽然你修改迄个日本的迄个宪法的时阵啊，我们要很小心呢。哦，这点呢非常要紧哦。所以你甲看，日本政府伫1945年4月7日，照日本裕仁天皇的诏书，依照万国公法，将台湾编入为日本国土一部分。台湾于是成为日本天皇的所有皇土，本来所领有、领有是殖民地啊，所有就是已经变作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和殖民地的待遇啊，伫战争以后是无同款的。殖民地可以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因为万国公啊讲一句话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有啊？其实这句话吼，常常记在你的头壳内底啊。所以有当下你伫外口人咧编的时阵啊，你若用这两句话吼，因就倒啊啦。对两句：第一，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因为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所以我们不要选举是正确的。因为你去选举就是延续伊流亡政府的啥的生命嘛，所以。咱无必选举是完全正确，但是外口还足侪推阿面啊，搞不清楚。啊，你若无去选，中国就国民党就摕去啊，摕去互伊摕啊，摕去了后，那阵伊个投票率若降落50%的以下哈，我甲你讲，美国你都爱来甲处理啊。不过呢，即摆咱会当用法律，我定伊讲一摆，咱用法律啊，谁都不怕啦。台湾遮尼啊细，中国遐尼啊强。美国更加强，日本也很强的，咱是好运也歹运的，咱的厝边哦，敢那迄个菲律宾较烂尔，啊无三个吼，中国不是强啦，中国是人侪啦，吼、哦，看到咱人遐侪，你去中国你有感觉呢？伊无钱啦，穿的嘛破破散散啦，但是呢，伊人侪啊，但是你免烦恼，台湾海峡要堤吼，堤袂完，
台湾黑客来哦，无你惊。但是我甲你讲哦，中国绝对百分之一百袂去拍台湾，我甲你保证，绝对袂。啥那袂骗，我明仔甲你讲，迄有原因咩？所以呢，战后啊，台湾住民啊，得以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啊，在并未废除的台湾总督府官制架构内，可以主张日本主权下面的台湾自治。重点来了，各位，你头担起来。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他所拥有的土地，但因为建军以后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但是日本政府没有，日本天皇没有放弃他的所有权，他的拥有权，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到今日为止，还阁是属日本天皇。所以问题来了。所以咱先来讲，咱的论述就是日苏美战。我阁甲你讲足趣味的代志。2006年拄啊开始的时阵，我文章开始伫写，啊一挂推啊面就甲我骂呢，吼、哦、网络就开始骂，讲我是美苏啦，美国鸟鼠啦，唔、啊、是啦，迄、那个苏是咧属于的苏啦，我是调侃讲美国鸟鼠啦，老鼠的鼠啦。啊伫骂的时阵，我就心内咧笑啊，我这推啊面啊。啊，还未看完，就拄仔甲美苏，美苏可以骂超过一年。啊，即马美苏一直即个美国的占领，我拄仔开始爱说明讲吼，台湾的地位今日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啊，所以讲我美苏，啊，阁告美国，因为我不爱行伤紧，我行伤紧，台湾人真正会看无。我说我豆豆啊行，行到美国判决2009年美国判决以后，2010年的即个11月。会找人，咱开始伫美国设立民政府的办公室。9月7日设这个做美国甲咱举办酒会。11月找人，咱办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内阁成立。因为为这个代志，拢美国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CIA 甲咱主导，甲咱帮忙。讲这个代志，你爱去咱的台湾官网啊，爱去看。台湾官网，恁知影住址无？知影，举手我看麦啊。好，啊，请问呢，你有去注册无？有注册，举手我看麦啊。好，我甲你讲吼，大家拢爱去注册哈。后摆我要问哈，看你有注册无诶？啊，你我都袂晓用，你袂晓用无要紧。恁后生，你有后生无？有嘛？有无？啊有查某囝无？有嘛？啊，若阁无法度，你有孙仔无？总有人会当替你注册啦，大家拢爱注册。我甲你讲，我讲实在，因为后摆咱所有官方的这个啊，做含各位伫讨论的，拢伫咱的官网内底拢会出现啦。所以你一定爱注册啦，好唔好？好唔好？好。下摆再查啥是真诶啊假诶呢？好啊，好。好。让我看，你一定去注册，你举手我看麦啊。好好好好，大家拢赢啊！我跟你讲，拢赢啊！我有看啊！我就惊讲哦，你拢你以为拢凊彩讲讲的？你请吼，3月2号咱的25期吼，我顶回甲大家讲哦，啊，3月2号是25期，啊，大家要来介绍哦，大家拢好，拢举手讲袂。我讲哦，卖甲我骗啦！啊，若真正讲大家拢来哦，那坐袂落啊。咱要叫4000名，到即马为止啊，袂歹啦，1500个啦。但是要离4000也要有点距离，不是讲干呐，恁来受迄个初级班吼，啊，有人讲吼，初级班受完吼，啊，就要做官，啊，真正有人有这种人，你知不知？初级班上快就去甲州长讲话，当时要开始领薪水，我是知影吼，莫怪吼，民进党会妥妥啦，因为要领薪水的人足多的。啊、因为因国民党会想讲，啊，我着18%，国民党有18%有人领，啊，民政府哦，我着已经受份啊，我做官员啊，啊，我嘛爱领，你会当领，但是毋是即马啦，啊，你拢无做代志，着要领钱，啊，迄钱啥物互你？美国嘛甲咱笑诶，伊讲我嘛我国甲国伊吼同款诶心态，我甲美国讲吼，啊，你足夭寿诶呢，啊，干呐伫叫我做这個、做迄、那個、做迄、那個，啊，告美国，啊，拢无钱互俺，我是免啦，伊讲Roger， 是恁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是不是？我是啊，
你要治理自己的国家，这钱你免家己付吗？阮美国独立的时阵，阮嘛是捐钱，阮家己做的啊。但是喏，因为明仔有一篇文章真趣味的，中国的解放军写，伊讲哦，中国现主席借足侪钱予美国，啊，美国人甲讲哦，我们会还。啊，中国国家问讲哦，你们怎么还？我们这样这个钱借给你安不安全？因为绝对安全，因为你们借给我的钱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我会保护得很好。那个夏文清会讲哦，我回去越想越不对呢。你肚子里面的一块肉，我总不能叫你吐出来啊！啊，你怎么还？你能够还给我，一定是大便嘛，对不对？那这是直接告。狗里面的肚子里面的一块肉叫你行啊，一定是狗屎嘛。啊，什么叫做狗屎？很简单嘛，我欠你偌济，欠你一亿，好，美国印钞票2亿，通货膨胀啊，印2亿，行你1亿，我有差无？无差，换纸啊。啊，伊个愈想愈唔对，伊讲吼，美国人甲伊讲啊，因为当年啊，我们美国欠英国人的钱啊。我们就跟英国打仗，英国打败了，逃走了，钱就不用还了。后背啊呢，荷兰又借我美国钱，美国又跟荷兰打仗，荷兰又打败了。伊讲伊想到这点，伊就开始烦恼了。那哪一天美国跟我中国打仗，我一定会打败啊，安眠行啊。所以伊的结论呐、啊，美国绝对不会还中国钱。再给他拍手，和我讲的理论有同款无？一模一样。我讲啦，我若欠你100块，是我的错；我若欠你100万，是你的错。你听有无？你听我再讲一摆，我若欠你100块哦，我的错了。啊，我若欠你100万呐，我无能力好还啊，啊你的错啊，你若要借我钱，要创啥？美中国是吼、哦，到即摆还阁约美国吼、哦，一直咧借伊钱呢。美国是足厉害呢，好厉害哦！即明仔吼上课，你会笑嗨，所以你的腹肚来练好，你会笑嗨，我无甲你骗。所以，继续咱讲即个台湾总督府的即个官制吼，修改讲台湾政府的官制吼，咱主要有三条吼，时到的时阵会伫咱的。中央的参议会哈、哦，要来修改。当然，这点哈、哦，咱会甲美国有关方面哈、哦，会来讨论啦哈，会讨论这点。就是第一点是台湾总督府设置啊，台湾总督啊，总督是管辖台湾岛跟澎湖列岛，这是伊原来的啦，原来是这条啦。这条咱会甲修改做哈、哦，在台湾政府设置台湾总理，总理是管辖台湾本岛、澎湖列岛以及新南群岛。新南群岛是咱的哦，新南群岛是什么道理？知不知？西沙跟南沙都、就是南海啦。我跟你讲，后摆但足好个，西沙跟南沙就是南海所在的迄个石油啊，是阿拉伯石油的3倍。所以吼、哦，高雄州吼、哦、有够欢喜呢。高雄州讲哇，这嘛爆死啊，爆死啊！啊，我跟你讲。啊！你讲咱无钱开外面啦，啊无钱啊，啊边啦，啊恁像恁像足刁的，你袂晓做生意呢？我马上甲讲，越南你要开发无？来，互你开发10%，互你。啊！你美国占领台湾对不对？互你10%。日本也要分一杯羹嘛，因为天皇有甲咱有一定天皇的帮忙咱嘛，对不对？啊，那日本换10%。啊，咱摕70%，咱一只捆都70%要怎收？安尼有好无？足好个啊！所以我讲台湾吼，那咱家己台湾人家己来换这个政权，台湾的前途啊，真正是非常光明。所以你免烦恼讲18岁要互你厝吼，啊，迄钱为做来？你烦你吼，真正死搞吼，大家吼，到厝会生囝就好啊。
他说总理有说啊，那应该有3600万，到现在才7800万，欠了咱2000万哦。所以呢，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啊，各位啊，拜托等于多多生产报国。伊讲我这老阿兵啊，叫恁后生啊，18岁就有厝好大，啊，大家拢一定有头路嘛，对不？安尼哪会歹？真好呢。哦，我想到迄款的民政，我来这老啊，我这我较少年呢。各位，台湾实在确实物仔真好啦。问题是台湾人哦，袂晓认识，啊，卖遮自私啦。台湾人卖自私，吼、哦、啊，大家拢有迄个公德心。台湾以前311的时候，这个叫做311的时候，日本大地震有啊。你甲看日本人安怎排队？高速公路的车绝对没有超车，绝对没有人走路肩，大家拢规规矩矩排队。超级市场 7-11 同款，安怎嘛是排队？店家若讲礼拜5的，就5买出去，再过5的入去。全世界震惊啊！咱台湾人嘛有做全世界震惊的代志，敢知影？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以后，甲中华民国部队九月入来的时阵啊，台湾是无法律。无警察，无军队，拢总自治。迄个时阵，台湾没有犯罪率。伫迄个时阵呢，全世界看到这个情形嘛，惊着呢。吼、哦，啊！你日本是安怎好只台湾人会当安尼？迄时毋是干那咱尔，日本迄个所在的遐日本人嘛是同款。台湾人实在有真好的品质啊，但是吼、哦，中国文化甲咱创歹去。因为咱人会贪心嘛，我若免排队，我会当去买着。我总会希望讲，我想我莫排队嘛。我唔免排队，我会当买着车票。我也希望我会当安尼啊。我免做工课，我有车好通坐，大家嘛要希望。人性啊，人性，人的本性啊。所以，咱民政府都要彻底来改变。所以呢，我也感觉各位讲哦，我也嘛感觉讲真好，就是讲，咱民政府会当予张文燕做咱的议长。你看张文燕，迄、那个生迄个面，你有看无？非常的学者嘛，干毋是？那个面哦，足慈善的，你敢袂感觉？敢那菩萨呢？哦，很慈善，拢袂受气迄款型呢。啊，所以伊这种人哦，做参议长哦，上盖好啦，甲拍手一下。啊，還有一个啦，咱的总理啦，你有看咱的总理？你敢捌看到讲这学者吼，甘愿无爱去贪污吼，甘愿要去做事的？你敢捌甲伊握手，手捌甲握过未？你甲握手看吗？粗鄙鄙的，喂，学者呢？伊敢会真正歹过？中央研究所的呢，研究院的人呢？对啊，去做兵啦，锻炼身体啦。伊甘愿做事，有当做啊这烂呢？我有当想想，我有当家己感觉讲很惭愧啦。我甲伊是免阿比，我只不过是会念一点书，啊，发现这尔，甲伊比起来差足多呢。你甲看伊写迄本册，你会流目屎呢？迄讲什么？迄本叫啥？哎，走后台湾50年迄本啊，你甲读看卖啊？咱有啊，咱个图书馆有啊，你甲读看卖啊？真正了不起呢，所以会当请伊支持伊来做咱个总理，来带领台湾，会当予即个张教授来带领咱个民意。吼、哦，坦白讲哦，我认为讲台湾的未来啊，一片光明啊，咱自己拍拍手，感谢恁啊！伊逐摆。咱伫上课，伊若无课，伊嘛是坐伫遐呢。坦白讲，我著较歹啊。我著吼，有当我即摆课上上诶吼，等下我著去电疗。我身体比较不好啦。啊，真正吼，张文燕甲咱诶总理吼，这两位真正是绝配。
台湾民政府有因哦，真的是，我是感觉讲一片的光明啦。啊，所以咱在各位，各位嘛是同款，遮寒的天，你在遮地，你敢袂晓到恁家棉被内底来看电视吗？应该嘛是真好啊，啊，佫佫交钱呢。你甲看因遐独派，即摆敢有人咧交钱？无呢，摕便当请人，人就袂去呢。较英国嘛，遐台湾是主权的国家，我们要独立啊！啊，恁大家拢团结不够啦，根本就没有团结啦。可恶嘞！我感觉讲，我们台湾人不团结吗？为二二八，所有的示威游行叫你去行咯，行到脚要断去啊！国民党袂插你，同款，房间行唔对个。你向中华民抗议，抗议什么意思？你要向什么人抗议才对？美国嘛，只要看，咱民政府一年只去一摆抗议美国政府，美国每一次都回应得非常好。咱来去甲讲，啊，就进步啦。咱就一直想讲，今年唔代表去甲讲啥，即今年啊，我是想讲吼，唔免去遮济人啊，今年吼。大家若有穿，若有迄梳制服的吼，去就好啊啦。阿叔，讲到制服，这个礼拜吼，咱所谓即个民政府即个成员吼，甲咱同款的即个制服乌色的吼，迄西装啊两领裤吼，5000块啦，无甲你强逼吼。你若认为讲你愿意做，你家己去做，迄人会来遮尿。啊，查某像同款上衣甲一领裙甲一领裤，安尼是5000块钱。啊，这是啊，要创啥？因为有迄个场合的时阵吼，咱爱穿制服，吼、哦、有那个场合的时候啦。啊，所以你无两讲啊，阮兜的西装足侪数啊，我对啦。啊，但有看有这种色的无？乌色的，啊，若有哦，就免啦。啊，无的时阵哦，我有人提议讲吼，你来做啦。吼、哦，反正你嘛爱穿啊，对不对？若无的人吼、哦、去做，啊，过来，咱、啊、有这个拍子有啊哈。诶、欸，这粒是有去日本的，知影嘛？日本人看到这粒嘛，吼吼吼，偌介意嘞！遐日本的遐东京都的遐议员、参议员、众议员看到这粒嘛，大家拢非常非常的介意。所以呢，这粒呢，啊，过来咱遐个帽啊吼，帽啊，我甲各位讲吼，我本来是有每一期拢有送恁帽啊有啊，但是啊，19期以后我就无送啊，因为我无多去送啊，迄一件500块呢，送到我咧食馒头啊。我讲实在，啊，即摆我无多送啊，所以呢，即种就是咱民政府吼，咱民政府即个夏天的时阵吼，啊，有一啊，即种嘛是韩国做的，你要看这字就好啦，这字吼，你台湾绝对无多收啦，你不要看这么简单嘞，这字无多收是韩国甲咱收的，啊，即摆即顶帽啊呢，我是你感觉讲即顶帽啊，我原来坐高铁啊，我坐高铁的时阵啊，人看到。拄啊出来时阵啊，人甲我问讲：“哎、欸，你这名牌在哪里买的？”我这顶名牌偌贵个，你知嘛？6000块呢，因为我授粉爱5000块啊。啊，搁这顶帽啊500，啊搁这个拍子搁500，都6000啊。我讲你600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所以你那阵有这顶帽啊时阵哈，边啊，我是建议讲吼，你爱秀你个 title 啦，你是参议院嘛哈，参议会嘛，啊就是。台湾民政府啊，恁可比讲你是台北州，哈、哦，台北州啊，做州议会啊，议员啊，什么名？啊，你若地址定的时阵，你就免介绍你啊嘛。我刚刚看到，知影你什么人？啊，无坦白讲吼，有真侪人吼、哦，我嘛袂认的，会认的啊，不是讲袂会认的，但是名我叫袂出来。但你若地址定无啊，对你的朋友吼、哦，拢较简单呐、啊，因为伊看到知影你什么人啊。安尼哦，第一。介绍你家己，第二呢，啊，代表你啥物人？啊，若即顶帽啊，你若唔敢戴吼，啊，你就莫参加民政府啦。我即顶帽啊，我不管对我拢戴即顶。你去看，我去台东、去花莲、去即个台中、去彰化，啊，即、這个嘉义、台南、高雄，我拢戴着，真好啊！大家看，所以台湾民政府啊，愈来嘛是愈有名。因为我会当甲各位讲啊，总有一天台湾民政府一定来接到捐款，这是100%啦。
唔免怀疑啦，真正唔免怀疑啦。台湾人无路啊啦，最后的一条路啦，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啦。你就是讲，你要独立，啊！这台湾，台湾是我台湾人的台湾。我跟你讲，你若讲台湾真正是你的时阵啊，你就免交地价税了，唔免交房屋税了。你若爱交税，表示这个税金交给什么人？给政府对不对？啊！那日本天皇伊的时阵，你来交给什么？迄、那个政府，这是因为这个税是日本政府的嘛，日本天皇的嘛。所以你个想看卖，你就知影讲吼，到底这块土地是谁的？啊，这个主权，主权用本的啦。我一寡无读册，拢安尼讲啦。哦，台湾人拥有台湾主权。你若真正拥有个人的拥有台湾主权的时阵吼，你就袂去甲你判死刑啦。你有主权是要甲你判什么死刑？所以吼、哦，有真侪概念啊，是政治上的语言。啊，是法律上的语言，爱分得清楚了。你若到今日分不清楚，啊，你伫台湾，你看不到，你绝对无法度看的。过去六十五党内底，台湾人已经互即国民党、互民进党骗到迷迷麻麻去啊。我即摆已经拢无客气啊，因为美国有甲咱讲过，本来拄啊开始的时阵，差不多一两年前，美国还佫会讲吼。啊，恁爱去甲民进党的相关人士哈、哦、去讲一讲哈、哦、啊，大家合在一起。我讲不可能的啦，安怎讲？伊要行的路，甲恁要行的路完全不一样。你来看，即马谢长廷甲蔡英文安怎讲？未来一中有无？最近讲的，顶礼拜才讲的，未来一中呢？你敢听会落？啥呢？未来一中？伊感觉讲到今日为止，伊选袂掉，啊，干脆我向国民党靠拢啊！啊，台湾拖拖去死，邓票好伊个啊，遐个人啊，家己爱检讨啊，是你家己邓票好伊啊，你邓票蔡英文啊，伊讲要未来一中啊，你伊代表你啊，所以这个论述不正确的时阵，会害死咱呢。论述如果不正确，你还不改，不改不要紧啊。所以又跟我们揪后脚，说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啊，什么我们的身份证是纪念品啊？说纪念品，我还有纪念品。纪念品开一千块呢，纪念品。纪念品，那张身份证不是台湾做的呢。纪念品，若讲摕迄张爱送去美国，美国阁安尼，甲你完全阁甲你设公司，啊，甲你做好晶片，内底三 D 晶片，阁摕倒转来，一千块完了价值啦，我甲你讲。这张身份证，咱含美国已经讲啊真清楚，讲什么代志？这张身份证，你若要华美美国。你另外要叫我摕中华民国的护照，我不干。伊讲，咱去美国摕迄张，会当直接去美国的海关刷卡，啊，入移民署啊刷卡，啊，入美国，这个我可以，我接受。但你若叫我摕迄张，啊，佫爱迄本中华民国的护照，啊，才会当入美国，我不干。我正式甲讲，我不干了。即马现主席，咱甲中华民国去角力诶。中华民国去甲美国讲，希拉蕊去甲伊诶国土安全局讲，伊讲爱互中华民国摕中华民国护照诶人免签证入去。美国的国土安全署啊，讲 no， 伊讲未行。伊转去投奥巴马，甲奥巴马讲，伊甲讲的理由就是：我为了我们美国的经济呀、啊，我们一定要让中华民国护照啊免签证，对吧？拍谁哦？奥巴马有讲哦 ，The people of Taiwan 哦，遐中国人不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伊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
所以呢，美国现在在角力了。罗贝尔，我们有让步了。王安呢？我民政府摕一张身份证，我也可以进去。啊，中华民国摕伊个护照，中国人摕迄个要入去，你爱你还互伊入去？但是我台湾人摕身份证，我绝对不拿中华民国护照。所以有一寡外口的人就想要叫我要出国，就开始造谣讲我欠税啦，所以不能出国啦。我已经回来十年呢，用头脑去想就知影。我若欠税，就是讲欠税啦。我若讲回来，我2002年回来台湾，已经10年呢，就是欠税。迄个十年啦，已经无去啊，敢毋是？你中华民国法就规定个啊，啊，逼到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竟然发一张文书啊，台端并没有被限制出境，叫我出国啦。你甲我骗，你听有无？我若出去，我甲你保证，我绝对袂当回来。我会当，我会当出去无？我要不要出去？当然不能出去啊！我若出去吼，你害我，你流亡吼，安尼害啊啦！我讲哦，中华民国推下面哦，啊一挂青梅吼，你讲讲迄个拢唔是法律的话吼，迄种笑死人诶！我被限制出境，笑死人了。我2002年6月2日到偷渡金门回来，到今日我无做生意咧，啊无做生意是变啊欠税。好啦，我还未出国以前去欠税啦，假设啦，到即马10年嘛无呀，延长5年，但是对啦，迄是2002年以后的啦，2002年以前的。老早就已经过期去了，那有规定啦，不是延长的代志啦。但是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竟然甲出文讲啊，台端没有欠，台端已经没有欠税，没有限制出境了。看你有趣味无？所以吼、哦，接一张文吼、哦，阮大家就看看讲，真系吃饭汤。我唔知，迄是。移民署有啦，迄个那是内政部发的，内政部写文章给我。移民署是属内政部管，啊，你看有趣味无？要甲我赶出去嘛，毋是这种个方法。我无可能啦，免烦恼啦。所以呢，咱各位吼，咱即马今日是甲中华民国伫对抗、伫抗争，含中华民国在斗争。咱不只和中华民国爱斗争，和中国国民党斗争，和民进党嘛伫斗争呢，和台独联盟嘛伫斗争呢。斗争什么物件？谁的论述是对的？美国会支持谁？但是我敢讲一句话：美国到今日为止，没有跟民进党有任何的接触。所以看一个代志，蔡英文这边。普瑞光来访问的时候，他拒绝跟普瑞光见面。你说他有聪明吗？他说有聪明。美国说你不见面啊，那最好。我何必跟你见面？你是我占领的，我跟你见面是什么人吃亏？所以我刚跟你说一句话，从现在开始，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在台湾马必圭选一中华民国总统，绝对选不上，100%。你不爱跟普瑞光见面，非常笨的一个政治的上面的动作。你是用查某囡仔的身份，你跟他撒娇吗？政治会当撒娇吗？不可能嘞。智慧的判断呢、不够，我唔知伊的。伊个智库是啥物人啦、啊？我甲你讲一个代志，李登辉甲我讲个。李登辉伫执政个时阵啊，有叫蔡英文花了1亿1000万，
欧洲、美国，请国际法的博士研究者来咱台湾研究台湾的地位，十一个人。研究的结论是啥？六个讲台湾没有主权，五个讲台湾有主权。迄就是用普通的国际法来去形容去找台湾的主权地位啊，绝对找无啦。因为普通国际法来说明台湾的地位啊，敢若会当讲五成还是六成尔尔啦。但你若用渐进法来讲台湾的地位啊，我跟你讲，百分之百马上通过，马上知影，很清楚啊，一点矛盾都没有。你看看来，我这几年啊，写一千篇的文章啊，我们有什么地方有矛盾？没有啊，很清楚啊。潘明敏教授公开两届，俄罗讲林先生，你写的这个是完全对。过去很抱歉，我因为没有念，我无读战争法。含律师工会要写台湾地位，两年前，伊就甲彭明敏律师工会讲：“啊，你请林先生写，我赚1500呢，一点钟尔。”免拍好啊，我袂当分乎你啦。一年以前的事，我要甲各位讲的，就是讲吼，有一挂学者到今日，到今天为止。他还在沉迷于过去不对的论述。美国已经跟你说这么多次，台独代表战争，台湾不可能进入联合国，台湾不可能以现有的名字来加入国际组织，这样听不了，都听不了。 Chinese Taipei 是他中华民国的名字， Chinese Taipei 我上课讲几次， Chinese Taipei 真正的英语是什么？ Chinese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您等于甲你的囡仔讲 ，Chinese 台北甲一拍英文甲拍出来，顶块有写甲真清楚啊。要搁写 London， 哎 ，French London， 法国伦敦，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Berlin London， 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Korea 伤害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各位，这就是 Chinese Taipei 真真正正的名称啊！干那遐遐台湾人唔知啊，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啊，你若要用中华台湾，还是中国台湾，未使，为什么？后面那个地方一定要城市的名字啦，因为政府流亡的话一定是在一个城市啦。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请问呢，印度人跟我去参加投票等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敢有？没啊，啊，什么中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台湾人去更流亡政府的总统，你不会很奇怪吗？为什么？其实顶回是80%的投票率，投票率啊，现在剩多少？74%，降六趴起来呢。咱当然无要选举，但是我跟你讲，中华民国还是讲民进党这推啊面，我讲伊推的代志，互你听。即边要选总统的意见，伊个内政部伊公布讲哦，合格的投票人数是1808万人，对不对？伊拢相信啊，我一个看，哼，拜托诶，台湾几现主席有偌济人？2300万、2400万，对不对？你甲按照现主席，逐个人拢活到80岁啦，0岁到100。80岁了，按照比例，0岁到20岁没有投票权的人啊，按那比例，2300、2400万的时阵，无投票的资格的人应该有偌济？六百五十万。
差不多无半岁哈，拄拄生出来，啊，甲二十岁无投票权的，差不多差不多650万呐。啊，你讲伊讲1808万对不对？啊，2300万减去1808万，安尼偌济？500万较无诶。啊，剩诶150万走去倒？你有注意无？剩诶150万走去，走去倒？你若答不出来，我甲你讲，普通是住伫美国投票诶时阵才转来台湾啊。因遐流亡诶中国人吼，大家嘛走去美国，走去加拿大，走去澳大利亚。啊，若要转票诶时阵吼，包机倒转来，拢坐免钱诶。敢即条分就150万票，你民进党选会赢伊？18派诶人绝对袂算互你民进党。军公教人员绝对袂转互你民进党，啊，剩的这些人，这600.9万的转票的遐人啊，就是爱做奴隶嘛，啊，趁钱互因开嘛，啊，大家做较欢喜啊。所以我常咧讲啊，捡二纸的，拢是本土台湾人，绝对找无一个是中国人，烧炭自杀。生活袂得过，拢是本土台湾人。较好赚的，较辛苦的，演艺人员70%-80%拢是中国人。台湾人爱做啥？做事，无毋对啊，做事，做工啊，身体较好，很幽默。演电视的时阵，查某囡仔拢是台湾人，遐中国人拢啊高高在上。安尼台湾人还阁无到觉醒呢，伊拢想讲，反正都毋是我。各位，真正是台湾人爱觉醒时阵啊！咱即摆伫找，就是台湾人要觉醒的一条路，要安怎来，要安怎做？当然啦，吼。咱嘛伫要求，可能伫即边后礼拜诶拜五吼，日本人要来，咱嘛要求大家来参加，不过拢爱讲日语啊。虽然在座若有日语真老诶，你会当来参加，吼、哦、向你诶酋长报名，还是向我报名，歹势吼，参加人家己爱出钱，4天要交15000块钱。啊，拢住伫遮，日本人爱住遮。我甲日本人讲、欸，你要学功夫哦，啊来甲阮大家做一大，一当无毋对啦，有弹簧床互你住啦。但是吼、哦，一切拢爱甲咱共款。啊，所以咱要参加的人，爱交15000块，是全部包含在里面啦。啊，这里26号哈，24号因告伊，25号开会。开一天的会，啊，26号呢，咱想讲要用游览车吼，将这些人含咱台湾这些人啊，坐嚟去这个做宜兰，吼、哦，要宜兰的迄个原住民的迄个部落吼、哦，啊，要甲因参观。啊，27号呢，因就要回去啊。所以呢，当然啦吼，你不要日语，我那无要紧啦，因为咱这边吼、哦、有特别有请两个日文的翻译，啊、哦。因为这边咱是日台共同联盟，所以无一定讲你会晓日语吼，啊你来讲就真好咧。因为咱要讲的这是有关条约的事情吼，应该请一寡较专家的，迄翻译袂当一点点错误咧。尤其要讲条约吼，后摆就是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条约吼，咱啊翻译了无好吼，啊就真代志就足大条的。所以这我甲各位报告一下吼。9:40，安尼啦，迄、那个，因为我明仔吼，明仔去我有4节课的时间吼，我想明仔去再搁含各位吼，做一来研究。啊，今日呢，就上课上到这个所在要来结束。啊，等下，迄、那个我即马吼有一个代志要甲各位讲，你是行政班吼，走来这里受训的有无？你举手。
行政班的，啊，来，即马来行政的发给因。我即马吼，迄、那个结业证书先发给你，哈、哦，手艺也也较悬的啦，才有看。结迄、那个行政班的吼，我甲你讲吼，稍等下哦，你唔通去地掉啊嘿，无来袂当袂当去带带拿啦。过来其他是迄个参议员班吼，我发给你吼，名你家己填，英语名你家己填，填好以后，请你伫。明天下午哈、哦，明天下午对，明天晚上以以前哦，你填好交去楼下黄小姐甲张扬生迄个所在，因为你填填，我们在帮你检查，你要爱甲你复背，因为复背以后袂当修改。这份内底拢有拍号码，拍号码以后没有办法修改。这份就是咱以后担任公职还是参议员的证书，哈、哦，这份就是咱的参议员还是迄个做行政人员的证书，结业证书。啊，拜托迄个黄组长，拜托你甲分，即马其他你啷个分嘞？哎，一个人摕一份就好，啊，唔通去甲递掉哈，不要，你若不要写英文的，不要紧。老卡的迄个办事处遐吼，张扬生先生会当替你写。你若别不要拼你的英文名字嘛，无要紧，你家己讲，伊会替你写。啊，个吴先生吼，你顶回是参议班，你这边佫参加，你可以拿那个行政班呐、啊，你会当摕一份行政班。你吼，你若参加顶回的行政班，你这回佫参加迄个参议员班哦，你可以会当迄个。大概一份是参议员，一份是行政班，你可以拿了，吴先生，你让提了。行政班你给他一份而已哈，一个人让提一份而已哈。那个志宏，吴先生啊，下回唔通搁提哦嘿，各位这份吼唔通甲递掉哈，你唔通甲拗掉嘿，啊你若袂晓写诶。你去楼卡问张扬生，叫伊替你写，哈、哦，你不会写的，去楼下叫伊给你问，给你写，哈、您到底是什么参议员，还是行政单位？吼，爱问你的州长啦，你的州长来给你，予你来受训，是以什么身份？你也爱家己足清楚的。楼卡吼，等下下开以后，楼卡有点心吼，大家可以去吃个点心。英文不要写，去楼卡吼，迄、那个张扬生会给你倒下，吼、哦，你找张扬生，你莫乌白写哈，各位啊，你不要乱填吼、哦，你不要写吼，不要乱填吼，唔通摕关注别摕着做落去哈，你莫乌白准吼，你去拜托张扬生替你写吼、哦，你若不要写，莫写，楼下的张扬生先生会带你帮忙嘿。你不会写的，你不要乱写哈，国公去拜哈，不会写的不要乱写。
来，迄、那个志宏，因为各位要分给你家己写的原因，就是讲吼，如果写错了、写唔对的，你家己负责任。我若替你写吼，甲你写唔对的，你会骂我，所以我干脆我分给你，你家己写，写唔对的，你家己负责任。啊，你若袂晓写，楼卡张扬生会甲你教。来下课。起立。起立。下课。